现在超早的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。你们看，我6点不到就起床了，然后就是化好妆、打扮好，然后就是打包好行李，因为今天呢，我要去日本玩，我要跟我的姐妹们，就是4个女生去日本4天3夜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影片就是要记录这次去玩的一个过程。那可能在影片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我不确定我会怎么拍啦，因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拍有的时候不拍，因为毕竟就是姐妹们出去玩，有的时候就是吃东西啊，然后逛街什么的，所以可能这影片会有点混乱。我现在本身就已经有点混乱，跟我头发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太早起了。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影片咯，反正我就是记录一下今天大家出去玩的过程。然后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我的姐�妹们，因为这影片当中呢会有3个另外我的好姐妹出现，所以我们现在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稍微介绍一下他们。Christine， 狮子座，成熟稳重，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，对任何事都很随和，却唯一对炸猪排异常的执着。悠悠，摩羯座，理性且直接，总是一句话把我从浪漫的幻想中拯救出来。我最喜欢跟他吃饭了，因为总是胃口很好的他，从来不浪费食物。Teresa， 水瓶座，跟巨蟹座的我总是互相折磨，却又最懂彼此的点。什么都喜欢吃的他，对吃的癖好，我居然一向都想不到。那我现在要去机场了，我再不去我就要迟到了。OK， 我尽量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，我会尽量就是正常的记录我发生些什么事情啦。然后我希望这影片最后是很正常的，可以剪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出发吧。Why are you here？ 要出去办事。怎么那么巧，这位太太？那你要去哪里？怎么那么巧？那你要去哪里？昨晚没睡吗？昨晚没睡，气色这么好，天生的。不然你知道我现在？早安。你怎么没化妆啊？早安。不要！我拿了行李还没。早安。还没。拿行李牌，对面那边，这个是登机证，要拿行李牌。哦，要拿行李牌哈。我带两个，你看是不是也突然回台湾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化妆、啊？我也没有。有人在乎吗？有啊。我在乎，所以我化了妆啊。来不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人故意背面对我。你们是故意不回头看我。怎样？你不戴眼镜？大明星，哎，你有戴帽子吗？你帽子借我一下。我没有戴帽子。那个网红帽。我没戴。我们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我也还好。要吃吗？直接生吃的，就弄给你，然后这边又看。然后放在饭上沾酱油这样子吧。拿豆瓣饭。阿姨就直接这样吃。我想上次那你给我寿司。再吃一个纳豆。不要。那你要试？毕竟你的头。没有。你要试吗？我可以喂你，你要吗？还有半，还有一半。你咬一口，你咬一半啊！我要拿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不吃这个，帮你吃啊！哎呀，然后我也没有很爱吃。阿姨，大家，我们刚刚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去今天的殿堂逛一圈，然后现在在新宿的街上有这个烤韩吉，然后它超可爱的，等一下，等它拍完照，等它拍完照。我要搅一下，我要上来。然后他会帮忙，就是剖开之后啊，等一下我的头发，就他会帮忙剖开之后给你小汤匙，就是用挖的，感觉应该很甜呢。嗯，要不要吃？不要吃。甜吗？给我吃一口，超甜。哎，吃饱我可以。我怕。好嫩哦。然后我们现在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逛了差不多，要先回饭店放东西，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出来，可能吃晚餐。嗨大家，我们回饭店休息一下之后嘞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出去喝一杯，然后我们都打扮好了，现在要等计程车，我们要去有一家酒吧叫做 SG Club， 然后它是就是亚洲50大酒吧其中之一，所以我们也蛮兴奋的。那我们现在带你们一起去，可能在里面就没有办法拍什么影片，因为毕竟就酒吧大家都在里面，可能很黑啊，然后喝一杯我也不想打扰别人，所以我就可能尽可能拍一些就是里面的 drink 啊还有环境这样子，等一下见。
山药，然后就是狗狗的加酱油，在纳豆旁边，然后是一进门的左边。那我先吃一口干锅，你先平淡点吃吧。sorry。你弄呗。鲑鱼刺跟大鱼，鲑鱼好吃吗？大概的次分。OK 哟，早安。Hello。我们要准备出门了，你躺在这边干嘛？我起来。就是你。哎。好乱的房间哦！天哪，女生好恐怖。恐怖，超乱。知道方向吗？我知道，我们要往溪口走。天气好好哦。天气超好的。不过我们是晚餐，就是说你吃中午，对，就吃中午，是吗？想要 miss 掉这个 moment， 我没有办法面对镜头。Foodie， 就好吃这样子，不值得吧？我在想。嗯，它紫苏梅味道很香。
甜哦，紫苏的味道。对，是这个，它已经腌到黑了，然后它是旁边用别的菜。而已，我们刚好来就是会碰到，所以现在要坐车去那里。我忘了是什么车站，等一下到那边之后再拍给大家。整天时间来这边逛。耳环，几副耳环？一副
华黑恋人，我们买了一副，各买了一副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好意思？六部，我买小孩一人六部，我这买小孩东西。没有，他们两个一个人买了六副耳环，你有那么多耳朵戴吗？六副，而且你逛了多久？一个半小时吧，一摊一个半小时，天都黑了，各位，一个小时，天都黑了，太夸张，太夸张，天都黑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了，然后他们现在在做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，就是朋友明明在隔壁房间，不面对面聊，他们要视讯聊天。这个是不是超美的？他在试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是钻小钻的，对，他在试戴他今天买的六副耳环，然后呢视讯给朋友看。可是其实他们明明就在隔壁房间呀，我们明明就可以面对面聊这件事情，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在等他，很真的很无聊。我现在等他们视讯完之后，我们才要去吃晚餐。我不了解，我真的不了解。然后爱心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出去吃晚餐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然后后面这里呀，就是你们三个人的头，这边很有名的哥斯拉的饭店，有机会来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它会一直放哥斯拉音乐，很大声，就好像有个真的恐龙在那里一样。表参道，然后会先去吃猪排，有一家很有名的，他们说是东京第一名最好吃的猪排，我们一起去吃。这家是我找到的，叫五泉。然后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好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找到了我最爱的炸猪排。你就没有点那个 link 看啊？对，因为我整理了行程，然后我有寄 link 叫他们去看，他们没有看我的 link， 但是我还是找到了他最喜欢吃的炸猪排，耶！你高兴我就高兴了。我们这个只有一块。我超爱吃寿司。
这个无所谓。只要是我的猪排自己拿哦，因为我不吃。哦，这咖喱好好吃哦。东东这咖喱吗？东东这咖喱是什么？哎，你这个这会辣吗？因为他说他是新口，新口。你只喜欢吃冷的还是热的？错吧，对，其实我都喜欢热的，因为我也喜欢。我喜欢它那种清汤。错吧，你们刚刚应该一冷一热，你们就可以 share 啊。可是现在很热，我想吃。因为我自己来，我有聚会，超多，没有时间专门做吧。哎，我超爱，我想去那个错吧，就是它比较好吃。对，好好吃哦，而且。我每次来日本一定要吃寿吧，你每次来日本一定要吃猪排，我们今天都吃到了。还有拉面，我有，我会吃咖啡，谢谢。那个沙拉酱，这个已经好了。这个好吃吗？我先吃完这个。好，这是你。蓝色的菜。很好吃哦。现在要去逛街了，要逛街。姐妹鞋，一人一个颜色，耶！你们都买了，嘿嘿，骗人，你有买啊？我没有，这是真的。那你有买吗？有哎、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带我去花钱？你又买了耳环，对不对？第七对，第七对，不关我事啊，你自己失手的。不是耳环控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要背心包包。结账了吗 ？Good job, girl. 逛了一整天，然后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。现在天黑了，所以我们要先在吃饭之前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，然后休息一下。因为我们刚买太多东西，然后肾上腺素激升，需要冷静一下。现在我们还是在表参道，然后会在这边找一家我之前去过的酒吧。坐下来。
座から始まります。皆さん、今はハッピーアワーですか？あ、ハッピーアワーなんですけども、ビール、ビアはファーストオーダー。ファーストオーダーが300円。セカンドオーダーは、650円。ワインはずっと300円。あー、そうですか。カクテルも大丈夫です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说啤酒第一杯是300、第二杯就650、然后但是坐这边，因为我们坐在 counter 嘛，所以白酒不管怎么点都是300。哦，所以也是赚到。哎，对啊，就只要做 counter 就是，所以我们拿第二杯就是白酒。对，所以等下可以再喝一杯白酒。没有。去先 cheers 一下。107块啊。cheers。不是。43、23、21。好，华西买的，好美，第七副，第七副，每个都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吗？是我，这个是新买的吗？我们要去吃拉面当晚餐，刚刚喝了一杯，现在肚子也饿了，要去吃一家也蛮有名的，但是我忘了名字，等一下拍给你们看。Christine 呢？旅游的记录，然后是跟我好姐妹们。